西西，这里是一份婚前协议，我们结婚三个月，三个月后我们就离婚。我和你只是结婚的关系，你不许对我产生任何的情感。顾西西，你哪来的自信？为了拿到 Alex 的授权合同，我们必须住在同一个房间里。合约里写的清清楚楚的，我们只是表面夫妻啊。忘记你在这儿了，不好意思。作为武太太，不仅要在外扮演好角色，老板不要叫老公，在内你也要相信接受这个事实。我要喝汤，喂我。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我已经爱上他了，他是我尹思辰要用一生守护的女人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了解彼此。你难过跟着难过，你开心我就会跟着开心。顾西西，我喜欢你。